孙权一生之中指挥的战争几乎都与合肥相关，为何就是打不下来？到底有多少次北伐没有完整的统计？但东吴仅两人就有过多次率军北伐的经历，其中是东吴大都督陆逊四次率军北伐，竟然无一失利。但是东吴大帝孙权其实也是多次亲自率大军北伐，到底有多少次还不好统计。但孙权北伐似乎对合肥情有独钟。 在三国志里，我们看到的记载是孙权很少亲自率军发动过什么战争，几乎都是手下几任大都督如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陆逊在打仗。虽然几乎无外籍但几乎都与孙权不搭界。孙权似乎只对合肥感兴趣，一生之中指挥的战争几乎都与合肥相关。根据正史的记载，孙权竟然前后有五次率军攻打合肥。可惜的是，他攻打合肥的战绩。 竟然与诸葛亮类似，虽然不断的攻打合肥，但最终只能是望合肥兴叹。合肥总是近在眼前，却远在天涯，甚至差点丢命，却就是攻打不下，造成终生遗憾。第一次攻打合肥，大约在公元二百零八年或二百零九年。关于孙权第一次攻打合肥的时间，历史上有争议，到底是二百零八年还是二百零九年？ 正史上没有明确记载，大概就发生在赤壁之战前后。这个时候，孙权发动合肥战役意义当然重大，一方面减轻周瑜在赤壁的压力，形成东西呼应，实际上采取的战术是围魏救赵；另一方面也想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。周瑜能够在赤壁大败曹操，我主公孙权为何就不能在合肥取得胜利呢？可惜的是，孙权率军围攻合肥超过一个月。 竟然没有攻下合肥。实际上，这个时候的合肥没有多少军队，而且也无名将。曹操在赤壁之战失利后，派了一名没有名气的将军张喜率骑兵驰援合肥。到底带了多少兵马？正史上没有说，但绝对不会有多少，因为赤壁新败，曹操可用之军不会有很多。但孙权看到援军来到，主动撤军。孙权第一次攻打合肥，就这样无功而返。第二次攻打合肥。 是公元二百一十五年，当时曹操率领大军在汉中与刘备进行殊死的搏斗。孙权看到机会又来了，一方面是配合刘备北伐，显示联盟；另一方面也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本领。于是，孙权率领十万大军再度攻打合肥。这个时候，镇守合肥的曹魏大将是张辽、乐进于李典。当时，合肥守军人数为七千余人。然而，在孙权十大军的围攻下， 竟然激发了张辽军队的斗志，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逍遥津之战，打得吴军无人敢应战。孙权围攻了十余日之后，再度撤军。在撤军的过程中，张辽率军追击。如果不是东吴十二大虎臣之一凌统率领三百死士用生命的代价护卫，那孙权或许就会阴沟里翻船，丢了性命。虽然孙权损失的人马总体上不多，但张辽从此对于孙权来说。 简直就是噩梦。曹魏手下仅张辽近七十二名将名单，就多亏与孙权的这一战。孙权第二次攻打合肥，再次无功而返。第三次攻打合肥是公元二百二十九年，诸葛亮第三次北伐。孙权称帝，一方面为了显示帝王之威，一方面为了配合诸葛亮北伐，孙权又一次惦记起了合肥，率大军三度攻打合肥。 这次孙权改变了策略，采用虚实相结合，先是大张旗鼓的进攻，让敌人集中兵力备战，待敌人军队聚集之后，孙权突然撤兵，想麻痹敌人，等敌人撤退之后，发动突然袭击。没有想到合肥的守将满宠不是一般将领，识破了孙权的策略，继续严阵以待。孙权假装撤军十多天后，突然返回攻打合肥。 但看到合肥守军早有准备，孙权第三次攻打合肥再次无功而返。第四次攻打合肥是公元二百三十二年，曹魏大将满宠看到合肥太靠近江河，不适合守，也不适合支援，而且东吴适合水战，于是迁城迁到鸡鸣山下。孙权得到消息，以为曹魏胆怯，又认为机会来了，于是第四次率领大军再度进攻合肥。没有想到来到合肥才发现。 合肥离水域太远，就在船上待了二十多天，后来终于忍不住上岸发动进攻，中了满宠的埋伏，损失几百人。孙权又一次无功而返。第五次攻打合肥，那是公元二百三十四年，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。孙权再度配合诸葛亮，同时围攻合肥，这次又率领大军十万人围攻合肥两月，但看到曹魏皇帝曹睿亲自南下救合肥。 孙权又害怕了。第五次北征合肥无功而返，这也是孙权最后一次北征合肥。孙权五次攻打合肥，虽然每次损失都不大，但没有一次成功。孙权为何就这样念念不忘合肥，并且要五次亲征合肥呢？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原因：一是合肥联系长江和淮河，进退自如。合肥虽然不临长江，但距离长江太近，架在长江与淮河之间，北临淮河。 南进长江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，因为长江是东吴存在的最大屏障和天险。要想长江天险永远牢固，合肥那是必须攻下的钉子。如果取得合肥，战场能够北移到淮河一带，这样东吴更加安全，而且可以伺机北上威胁曹魏。虽然东吴征服天下的愿望不是很大，但如果机会来临，那也不会让他轻易失去。合肥就成为进退自如的最好据点。 当年孙策意欲北攻，直取许都，就是这一线路。可惜身先未捷被刺。特别是曹魏多次南征，如曹丕再次南征，就是取得这一道路。而且后来的历史证明，合肥一直就是南北相争的关键之地。如南宋与金多次就在这里厮杀，这其实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所以东吴最重视的两个地方就是合肥和荆州。现在荆州已拥有。 合肥就是孙权最希望拥有的。二是合肥临近南京，拥有合肥可以解除首都的威胁。东吴的首都在建业，也就是现在的南京，但合肥是当时临近建业最重要的城市。一旦曹魏从合肥南下，那首都建业就很危险。所以，攻下合肥，首都就会更安全，孙权也就能够安心睡大觉。所以。 孙权之所以时时惦记合肥，那其实是为了自己能够睡个安稳觉，三是为了证明自己有指挥大军的能力。东吴在与曹魏和蜀汉的对抗中，其实是很少数的政权。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三大战役，东吴独胜两大战役，而且还取了襄阳战役、石亭战役的伟大胜利。但是这些战役的胜利都是四人大都督取得的，与孙权无关。但孙权作为马背上的英雄。 十五岁就南征北战，竟然没有取得一场战争的胜利，与曹操和刘备相比，似乎很没有面子。所以孙权发誓一定要用一场伟大的胜利为自己证明。所以在攻打合肥的五次战役中，孙权总是亲自北征，不用大都督。可是或许是天不遂人意，虽然孙权五次率领大军攻打合肥，而且机会都不错，但或许是自己军事指挥。 才能实在不敢恭维，最终都是以强扶弱，无功而返。四是拥有合肥，拥有粮仓。东吴虽然拥有太湖、洞庭湖、鄱阳湖等粮仓，但是合肥所处的地方同样是广阔的平原，同样是少有的粮仓，而且更广袤。因为拥有合肥，就可以拥有整个淮河流域。 这样，曹魏一旦失去合肥，那曹魏政权就会失去最好的粮仓，这对于曹魏来说无异于致命一击，会引起混乱。这样，曹魏就有可能无功自破，东吴到时可以挥军北上，不是可以形成三线北伐的局面。东吴北伐主要有两条线路，一是以荆州为据点，沿汉水北伐，那是西线；二是以南京为据点，沿海岸北伐，那是东线，都是水路，这也是东吴的强项。 但中部相对虚弱，如果拿下合肥，可以以合肥为据点，既解除自己的威胁，也可以配合东西两线北伐，而且中线可以水陆大军同时跟进北伐，那胜率更大。可惜的是，孙权看到了合肥对于东吴的重要性，这其实也是英雄所见略见的高见，体现了孙权的高瞻远瞩。无奈孙权高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，虽然是五次执意亲自攻打合肥。 都最终都无功而返，既让自己留下历史的笑柄，也让大家见识了孙权的军事才能确实不敢恭维。这或许也是陆逊听说孙权亲临一线，就害怕躲到家中不敢出来的原因。如果孙权能够有自知自明，让手下大都督替其指挥，自己并不干预，安心睡大觉，或许会替他完成攻下合肥的伟大构想。